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凯播大中华新闻，我是苏佩祖。今日是新历的拜年十二月七十，旧历的十一月七七，礼拜五。新闻一开始，咱就先用短短时间来看卖今日的重要新闻。蔡山乡公所伫个兴安宫边啊兴建社区活动中心，提供高台社区居民舒适的休闲空间。十号早起，乡长苏伟俊主持党土典礼，祈求兴建顺利。平常积极推动老人福利政策，以关保社区理事长林朝炎带领三个社区关怀地点办理大型的成果表演，提供舞台给中国展现才艺。保阳乡公所举办圣诞心愿卡认养活动，当代囡仔将家己的心愿写落来，搁伫个圣诞树仔顶端，予公所以及慈善团体来帮助囡仔愿望。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山西乡公所为了提供高台社区居民一个舒适的休闲空间，公所利用3000万的经费，伫个兴安宫边的空地兴建两层楼的社区活动中心。十号早起，由乡长苏伟俊主持党土典礼，祈求兴建计划圆满顺利。山西乡高台社区办活动，以往拢是向兴安宫来借场地办理。伫个地方民意代表的积极争取之下，公所将利用3000万的经费，伫大庙边的空地兴建两层楼的社区活动中心。十号上午，山西乡长苏伟俊亲自主持党土典礼。今仔日吼，伫咱高台兴安宫边啊吼，才有一块地吼，也是咱庙的，献予咱公所，啊要来起咱的社区活动中心。那么，真感谢咱吼庙的吼，即所有管理委员会啊，以及咱吼跩乡亲，大家来斗相共。那么，以及咱社区理事长吼，以及咱主委，以及咱高台村长啊，真用心来甲咱即个所在来甲争取。啊，感谢咱相关的单位甲咱协助吼。那么，今仔日是咱的党土吼啊，来甲党土吼未来吼将近就要来开工，啊，希望讲吼会当吼即个工程会当顺利圆满。南方饼顶位可以。咱陕西代表会公所一团和气，五会和谐。好，来，当了。苏伟俊乡长指出，真感谢地方人士的协助，才有机会伫个高台兴建125平的两层楼社区活动中心。到时完工了后，社区若要办活动或者是关怀祭典，就有一个舒适的所在会当使用。大专新闻叶宏吴陕西采访报道。乡亲，咱继续来看，配合县政府推动福利化社区基建计划，福兴乡推动真多老人的福利政策，一步一步来打造友善长者的空间。环保社区理事长林朝炎带头来带领活动，东安一期三办社区祭典，举办大型的成果表演，提供一个舞台给长辈展现才艺。活动结束了后，各社区的干部嘛来召开会议进行检讨，以及讨论明年度的活动主题，希望透过活动鼓励更加多长辈多多参与社区活动。彰化县百一年度基建成果展邀请活动，环保东安三班四个在地联合社区展现学习的成果，浙江用心经营，也来展现完整的樱花乐园，让福兴充满幸福。活动会当愈办愈好，这四个社区嘛来召开会议，除了针对日前的活动进行检讨以外，嘛对明年度的小旗舰定调活动的主题。今年做小旗舰吼的筹备会，吼啊，阮今年是第二年，吼啊，阮就是今年所做的吼，的这成果吼，啊，这几年来吼的这个好坏吼，啊，阮今麦来检讨，吼，所以今天是筹备会。哦，啊，阮有四个社区，哈，是环保社区、东安社区、三班社区，啊，外中社区四个，啊，即马就是咧检讨，哈，今年的成果安尼着，啊，嘛要关怀明年的代志，哈，明年要安那要啊呈现出来，哈，啊，要安那进步，哈，要考好啊，就较好安尼，嘿，啊，感谢这四个社区，哈，啊，伫百忙之中，哈，啊咧
参加这个会议安尼。教育活动，和平将看到时代的热情活力，同时嘛欢迎更加多长者走出家门，甲社区互动，丰富退休的生活。大中华新闻林桂复兴采访报道。每一年的圣诞节进前，保险香港所当的结合慈善团体举办圣诞心愿卡认养活动。十号早起，保险各中小以及幼儿园学童聚集伫个图书馆，将家己的梦想写伫个卡片顶端，甲伫个圣诞树啊。另外，保险顺吉宫马上来代表好运加祝福的冠军帽啊，希望小朋友都能当实现心目中的愿望。圣诞树树顶挂满小朋友的心愿。有的希望得到新的文具、洋娃娃、卡多机的佚佗物啊，也有囡仔想要一套册，会当看册吸收知识。圣诞节进前，保险乡长柯文平化身圣诞老人，号召乡内爱心慈善团体替保险乡低收入弱势需要关注的小朋友来圆梦。欢喜哦，来到这个图书馆吼，圣诞诶，参加这个圣诞梦节吼。啊，跩迄落啊，做我们弱势团体的吼，啊，做一点啊，迄落啊，顺便摕一个帽啊吼，啊，即咱目前吼，啊，底下讲上穿的帽啊吼，啊来吼，跩小朋友吼，啊，甲因加持，互因会当吼，大家啊，搁较认真吼，啊，搁较身体搁较健康啊，学业进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乡公所能够举办这个圆梦。活动啊，在圣诞节之前，能够给小朋友来到我们这图书馆广场这边，给他们有一个信念啊，未来他们能够在学业上能够更进步，大家能够哦。是国家的主人翁。柯文平表示，弱势家庭的囡仔，圣诞节充满欢乐的日子，因拢唔敢唔望会当收到礼物。感谢保研这么多慈善团体响应，这回来替囡仔圆梦。乡公所圆梦活动哈，然后因为我们想说圆小孩子一个梦，然后我们今天先让小朋友挂心愿卡，后续哈我们会。由我们各慈善团体，还有我们的普贤顺泽宫，爱心慈善会哈，我们结合在一起，然后逐一的去分配哈，然后帮小孩子圆梦这样子，然后小孩子的礼物哈，他们都是所求都是不是很多，有的只是要一个像立可带一个水彩，然后或者是一支铅笔这样子，啊，所以我们这些慈善会结合起来哈，集齐力量哈，帮我们的孩子，在圣诞节前夕帮孩子圆梦，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那我相信孩子哈，接收到我们的礼物，他一定会很开心，也感觉让我们普贤乡很幸福。这样，希望小朋友收到礼物了后，完成囡仔的梦想，也来点到因心中的希望，伫咧未来求学路上，会当更加积极向上，也予爱的种子持续散播。幸福普遍赞。大中华新闻林桂英播音采访报道。国立河北实验学校55周年校庆，以奥运主办城市为主题，让学生各自发挥创意。稍等一下，咱来看学生精彩表演。12月18日的公民投票就要到了，拜托大家投下四个不同意守护台湾，不同意反美猪公投，不同意重启核四公投，不同意千里三街公投，不同意公投绑大选，四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力；四个不同意，台湾较如意。什么？什么？什么？吃货芭乐节要开始了，赶快订车票！那还等什么？赶快出发！想要吃芭乐不？想要买芭乐不？想要吃美食不？想要看歌星不？你要爱我，家拢有。好吃芭乐，好穿的袜，暗会有歌星表演，有大奖，等你来睇哦！2021彰化社团吃货芭乐节，欢迎大家来参加。
欢迎回来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苏佩祖。明仔是拜六，也是旧历的十一月初八。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伫咧正南方，何时是早起七点到九点适合交易？另外爱特别注意啥物，咱做伙来关心。河美林和东国小将要伫十一号办理感恩六十迎向六一的校庆大会，校方规划河东友爱飘书偏乡活动，得到全校师生的大大回响。目前已经募集了2000多本的册，将陆续送到彰化甲南投地区的偏乡学校，共享阅读资源。在这一次的感恩六十迎向六十一的校庆中，我们除了运动赛事之外，还多了这个老旧相片展。所以明天呢，你可以带着你的爸爸妈妈一起来这个展区里面看，有很多不同的展览。河美镇河东国小准备在十一号办理感恩六十迎向六一校庆大会，学校规划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飘书偏乡计划得到全校亲师生的大大回响，目前已经募得2000多册宗书。校长发起河东友爱飘书偏乡的活动，我觉得相当有意义，因为偏乡的资源少，如果能将家中的书籍分享出去，和偏乡的学生结下千里书缘，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除了飘书偏乡活动，另外还有兼属性个电视、学生美展和老相片回忆展。我看到了这一张，我发现了他们都很整齐，而且他们一动也不动，他们其实是因为为了团队而放弃自己的建议，他们让我学到同舟共济的精神。正在推广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就是减速大作战。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都了解塑胶制品对海洋生物的危害，为了保护海洋，于是我们义不容辞，积极展开这个活动。是因为假日时妈妈都会带我去市场买菜，假日的市场人潮拥挤很热闹，卖菜的老婆婆亲切地招呼每位客人，而且她跟客人之间的对话也很有趣，于是一回到家，我便把这充满人情味的场景给画了下来。校庆应该是个喜悦的日子，我们希望把这样的喜悦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学校举办了一个叫做河东友爱飘书偏乡的活动。目前我们已经募集到2700多本的好书，我们会将这些好书送到彰化县还有南投县一些偏乡部落的小学，跟孩子分享好书本的阅读的重要性。然后我们这次也欢迎我们河东的所有的校友回娘家，所以我们准备一夹子的这样子老旧相片，相信所有的校友回到学校之后会发现可以重温儿时的回忆。柯伯如校长指出，透过校庆活动展现河东合作的多元合作成果，这次发起的飘书偏乡计划是希望能用爱来传递和偏乡地区的学童共享阅读资源。大专新闻叶宏武何美采访报道。国立何美实验学校举行55周年校庆运动大会，校方延续奥运热潮，用运动员已经交界，以及2024奥运主办城市为主题，让学生各自发挥创意，展现成果。另外，校方嘛伫咧校庆当天，同时启用未来教室加多功能的实习教室，让学生享受完成够优质的学习空间。国立河美实验学校办理50有5和17有5校庆运动大会，校方延续今年奥运热潮，让运动员已经交界，以及2024奥运主办城市为主题，向大家展现因的热情和活力。
柔道队甲四十组的表演，吸引到现场嘉宾的目光。今年运动大会体育班率先入场，因是以1988汉城奥运为主题，搭配今年超夯的鱿鱼游戏，而且用韩文来祝学校生日快乐。为了应应108课纲，河北县学校嘛伫咧校庆即天，同时启用未来教室甲多功能实习教室等形式的合适空间，搭配 AR 实境、雷雕机甲 3D 列印机等设备，提供学生更加优质的合适环境。大庄新闻叶宏武河北采访报道。乡亲敢知影药品要安怎吃才是上安全的？新港乡的溪底社区为了强化长辈正确的用药观念，特别安排健康讲座，邀请专业的药师来上课，让社区的老宝贝会当更加了解使用药品要特别注意的代志。老一辈的长辈拢会听垃圾药的乌白买药啊，也是听信厝边隔壁食好豆小白米粉，对着买来路不明的健康食品等。为了强化地方长辈用药安全观念，新港溪底社区特别办理健康讲座，邀请专业的药师来教大家安怎用药。高蛋白的物件因为很多长辈啊，他会听信这个不明来源的这个，比如说，很多的这个报纸啦，是广告什么的啊，随便的买药啊，所以我们在职业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很多这个长辈哦，都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买不对的药啊，吃的也很危险哦，他这个药不来源不明啊，我们来这边的话，可以教他们一个正确的用药的安全，哎。怎么样去，买对的药啊？找这个合格的药师，哦，啊，怎么样去医院要去找哪一个科别？比如说这个骨质疏松、骨质退化，要去医院的话要看哪一个科？很多很多很多这个长者他不知道，说我到医院要去看哪一个科？我这哈，所以大家是特别注意，我今日给大家提醒，咱呐早人呐，咱老人呐，一跋倒身体规拢歹去哦。林明宏药师指出，长辈随着年岁增长，目睭、记忆、消化代谢力等各项身体机能大大变歹，可能会增加各种用药的风险。所以，透过简单的方式来向长辈传达正确的用药观念，也提醒时代，什么镜头适合什么治疗，唔通药啊，三日乱乱吃。台中华新闻叶宏武新港采访报道。鹿港镇农会举办花菜品鉴活动，透过比赛，农民之间互相经验交流，也来推广在地农产，讲过了，带乡亲来了解。大家好，我是鲍芬庆医生。根据疫苗安全性监测资料显示，自 BNT 疫苗以后，捌出现真罕滴看到的心肌炎、甲心包膜炎病例。这样的病例主要发生伫个注射以后14天以来，较少发生伫个注第二剂疫苗以后，而且少年男性发生率较悬。伫只爱特别提醒大家，注疫苗以后28天以来，爱特别注意以下五大症状：第一，胸腔袂痛，有压迫感，佮会扎扎；第二，抱心。参照心脏跳伤紧，也是无规则。第三，喘袂利；第四，运动耐受不良，参照走无几步就真喘，无气力爬楼梯。第五，乌暗型昏倒。出现以上症状的时阵，请赶紧予医生看，佮甲医生讲症状持续的时间，以及捌注过甚款的疫苗，佮注的时间。Disney Plus 正式登台，可以用手机跟平板，还有大荧幕看《范凯波大观评》，透过 A1 Fox 用大荧幕享受 Disney Plus。
entrusted with returning this child to the Jedi. 再享二十四个月无限看，还有独家大礼包，大赢畅看，欢乐不断。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欢迎继续收看凯擘大中华新闻。为了协助农民提升财政品质、增加收益，鹿港振东街每一年的十二月份，拢会举办花椰菜品鉴活动，邀请专家来针对花椰菜外观、重量、甲口感等项目来进行评审。透过比赛，让农民互相交流经验，嘛来推广在地农产。评审是一组一组真详细来进行评比。为了协助农民提升财政品质，增加农民的收益，鹿港振农会每一年都会举办花椰菜品鉴活动，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农民经验交流，提升技术，并且达到行销的目的。鹿港农会这次有办理花椰菜品鉴，其实是延续去年的一个活动，因为热烈的报名参加，今年也报名组数有超过100组以上。我们办理这个品鉴，其实是要让花椰菜这个农业有推广，让农民的收益能获得再增加，让民众吃得健康，让他这个花椰菜的品质经过一个竞争能够良性的一个改善，品质的一个提升，让消费者吃得更健康、更有益，也配合彰化优先这个活动，让彰化花椰菜的产业能够在向上的提升。鹿港振农会一直以来都很积极地帮助农民，无论是提升农民的知识技能，或者是协助行销推广，都是希望会当增加农民的收益，保障农民权益。大中华新闻林君鹿港采访报道。咱讲到芦笋，通常都会直接想到较普遍看到的青色芦笋。不过，乡亲有看过紫色的芦笋，紫色芦笋唔呐地多高，食起来又搁多汁，是真侪人真介意的蔬菜。但彰化溪湖镇的一位青农杨振汉，四年前伊就开始栽种这款紫色的芦笋，搁特别搭三分地温室来栽种。伊种出来的新鲜芦笋，讲长度大约有30公分长，而且这口味食起来甲一般的芦笋无同款哦。听讲紫色的芦笋嘛，加了一个什么葵？甲一般绿色芦笋的滋味无同，这款紫色芦笋较甜，也加了林松的芳葵。哦，干这切！过去台湾芦笋拢只伫露天，不过青龙游进汉特别搭是三分地温室，栽种美国加州157品种的芦笋，佮美国低脂芦笋这款高经济作物。温室的话是搭三分地，然后已经种植差不多4年了。它这个品种是美国加州的，157品种，绿色的。它紫色的是美国甜紫芦笋，它种这个的话，因为它芦笋算蔬菜里面经济作物，它的价值算蛮高的，它也比较不好种，因为它有热障碍的问题跟一些菌菇病的问题，它芦笋的话，它还不错，它有那个防癌、抗癌的一些作用，对，所以它的产值还算不错，算比较高经济的作物。甘甜吃起来精彩，芦笋不管是用菜，也是直接吃，风味拢真赞。杨振汉靠着家己的努力，用4年的时间打造这片芦笋园。有机的一些那个肥料，我都会堆比较多，像我三分地一年的话，就差不多800包的有机肥。它尽量用比较无毒的方式来做，它吃起来比较脆嫩，它比较甜，对，跟一般的比较不一样。怎么说？它吃起来的话，比较甜，比较软，比较没有纤维质，一般的话纤维质会比较重，所以这个的话，我都是教比较像网络一些饭店啊，还是超市。
这路顺境地真了工了时，市面上非常少看。这只沙拉食得真美味，营养价值阁真高。想要食看卖这路顺的乡亲，下手要紧哦。大中华新闻林桂英，KO采访报道。乡亲，咱继续在关心今日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是178公吨，平均的价钱是每公斤18.7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行情。油菜上价34，中价23.7元，下价15元；高丽菜上价18.2元，中价11.4元，下价10.7元；他们都上价73.5元，中价12元，下价45.4元。烤鸡上价56.2元，中价37元，下价30元。花菜上价30，中价23.6元，下价19.7元。今年上价43.7元，中价34元，下价20元。花生饼上价17.8元，中价12元，下价8.3元。葱头上价34.8元，中价26.4元，下价17.7元。菜头上价13.2元，中价10元，下价7.1元。白菜上价30，中价23.1元，下价15元。韭菜上价37，中价16.5元，下价12.5元。青菜上价50，中价36.7元，下价20元。来关心户外的空气状况，吹偏东风，中南部地区的脱散较歹，因此中部甲南部地区的空气品质都是感觉是个顶级。另外天气方面，明仔各地区的天气都真好，只有东半部甲大台北地区有短暂阵雨。中华明仔气温是17度至24度，来关心其他地区的温度预测。以上就是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苏佩祖，咱再会。报道开拓您的视野，最新最及时的地方讯息都在这。彰化人，我们一起关心彰化大小事。Disney Plus 正式登台，范凯擘大关屏，用大荧幕享受 Disney Plus。再享24个月无限看，还有独家大礼包，快拨0809-00968凯擘大宽屏。